大家可以听到，现在目前是使用PF6 的电工，那某些效果器在打开的时候，像这样你会听到一些很明显的对杂讯的声音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试试看，如果我们将它换上新版的 PF7 之后，是不是有什么改善呢？OK， 现在是换上了新的电工 PF7， 一样的环境参数之下大家会听到这个轰的声音，跟刚刚比较起来是不是小声了很多呢 ？OK， 那我一样打开刚刚的效果器哈。OK， 好，这是一样开启，一样会有这样的声音，但是明显的比较起来是小声很多了哈。